好的，在这里。为什么咱俩绑一起了？多人跳伞吗？我操！我感觉这地方抢不了物资了。哇，全是人，五六个人，我的妈！大娘，哇，这么难受的吗？我举报他开挂。落地城，你落地成河了吗？零块七的几秒，我知道。那算了，玩其他呗不？看看传送能不能玩吧。好的。你也太笨了吧。还行吧。我连 Steam 都没登上。我直接打开桌面的，狗的很。恭喜你了。你又是比我矮，那又咋了？很咋了？没啥。嘿，要是我加你的话，你肯定比我矮。好，我就不进，我就不创法。太跳不动。大哥，你这一进来就是这个。I want you to stop. Maybe I shouldn't send you outside of the official testing courses. You are picking up some bad human traits. And trust me, humans only have one good trait. 不好，有点卡。还行吧。第三关呀，咱就是第三关，怎么了？那是我那两关是我玩过的，你没玩过。哦，欢迎南平区九站，欢迎，欢迎佛祖。佛祖怎么了？这个几天？压下去。一卡的。Do you know why they abandoned this course? 那玩就行，你讲。哎呦！咋了？过分了！不好意思，没看到你。回去该给服务器做出一些调整了，对啊，我感觉服务器，主要1.12的版本那个工业有点难玩，跟你讲，1.12工业版本难，有点难玩。上面。